好的，有听到我的声音的话举手一下。好，很好啊，如果觉得声音很好听的话再举手一次。啊，如果觉得刚刚的人唱得很好听来尖叫一下。怎么办，我们现在要一起合体了，你们要准备，你们会吓到。请打开你们的手机录影的话。